但现在我们这个帕拉特学区的华人小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哈，是的，特别多的是尤其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。 对， 对，那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反映说，我初来乍到，我怎么才能融入到这个学校大环境呢？嗯，这是就是说你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就是你也是一个家庭成员的一份子，对，就要就是像一个主人一样，就是就这样才可能可以成功的融入这个大环境。所以首先就说你要有主人心态，对，对，不管你是在这儿常住还是说只是待一年两年的时间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曾经在做义工中遇到一个韩国妈妈，她也只是来一年，然后他以前在韩国非常愿意做义工，他就跑来就问我说，我不会英文我怎么做。对，这其实也是很多第一代移民的问题。对对，他们就有些妈妈就说，我不会英文，所以我学校活动我很难参加。对，后来呢，正好我们学校需要有一个帮孩子就是做分发午餐的那个lunch helper， 所以因为这些食物嘛都是比较 visual， 那个妈妈就做得很开心。然后后来在她快走的时候，她来跟我们告别，说这一年她说我学到很多东西，包括跟孩子们一起学英文，她说孩子也很愿意教她这是每一样食物叫什么，她也是有收获很多。还有就是湾区学校都是比较多元化，很多学校都有 international day， 然后不会英文的家长就也可以发挥自己长处，比如我们有一个 International Day， 就是每个不同的国家可以摆一个 stand， 摆一个 booth。 然后我们有一个妈妈，她是在中国是做室内设计的，做 interior design，她就帮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文化的 stand， 一个 booth， 一个展台，中国文化展台。对对对，非常漂亮。然后我们那一年还是得奖了呢。所以每个人就说他有自己的特长哈，对，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，你不一定一定要去说英文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大家发挥特长力所能及嘛。对，而且尤其是在学校里面或者是社区里面哈，像我们华人越来越多，这个声音也会越来越大，对，就会学校也会听到我们的声音。对，是的，只有大家多参与，学校学区也知道我们这一群家长的存在。举个例子吧，今年我们就是刚跟 Pally 就是考中文 AP， 因为华人孩子越来越多，学位就会不够。前几年考试的位置是吧？对，因为有设备的问题。前几年呢，他们就家长就是卡铺去别的学区考，这样一来一回，孩子一天就这么折腾掉了。蛮折腾的。今年呢，我们就一群家长联合起来跟校长跟学区跟总监提，就是说希望能给孩子提供足够的学位。后来学区跟总监跟校长都非常棒，就是又增加了一点名额，让就是能 accommodate 所有的孩子，就不用这么折腾走来走去了。对，其实学校也很愿意帮你，但是你要说出你的要求，说出你的要求。 exactly。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学校的 field trip， 那个 school bus 事情，像 Palo Alto 有12家小学，然后每个学校的 field trip policy 都不一样。有些学校就说啊，我超过25迈之后是必须家长付钱，就是让孩子坐校车去参加，就是还有一些学校呢是无论多远都需要家长开车去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，就是说如果万一家长义工不够，这个 field trip 就去不成了。那就太可惜了。对，所以今年呢，就是我们一帮华人妈妈们发起跟学区提说，能不能provide the funding， 设了一个 standardized policy， 就是 apply 所有的小学。然后那些妈妈们也非常棒，他们轮流去school board meeting 讲，就那个 open forum 讲，然后结果真的是学区还真的听到我们的声音，给我们 provide the funding， 就是说非常棒，就是这样的，就 field trip 就有保障了。对，这样非常非常好。